晚上应该很好看，我觉得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下去咯。那这个就是这家这个店的外面，我可以打开看一下吗？可以，我们看一下里面。好大一块，多少钱？这个3块，我觉得很便宜，这么大。这里就是坎城的火车站，然后我们刚才刚从这里下车，这是坎城的火车站，然后这个地方有很多公车也可以来，但是公车从尼斯过来好像要2个小时，虽然比较便宜，好像才2欧元，然后我们坐火车要差不多七八欧，6-7欧这样子。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吃午饭。我这边里面吗？外面有点都可以，其实。来了，加油！对，这边比较好，好喜欢这样的桌布，就是让我想起那个蹦马梦好妈妈的那个牌子，就是很法国红白相配的这样的桌布。那你觉得我们很奇怪？这个甜点实在是我见过最可爱的，一个梨然后加巧克力酱，实在是萌透了。Bon appetit。这是坎城的海滩，这么冷。太舒服了，漂亮的蓝色。